吃个鸡好难哦，还多了20分钟啊，将近。哎，这下真多些了，好不容易抓到个鸡哦，走，吃鸡。耶，那个黑鸡，那个骨头都是黑的，你看。哎呀，那个爪子，你看，那个爪子好硬哦。 和一般的鸡是不一样哈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做重庆菜的周勇，今儿整个黑鸡回来，做个香不少黑鸡，那个黑鸡资格哟。你看那个鸡啊，骨头都是黑的哦，那个皮子的厚啊。看哈那个皮子，那个皮子好厚，和一般的鸡是不一样哈。再大坨点。 恁个好的鸡，抹点了水酸哈，来点油，直接下鸡爆。炒出那些皮糯肉香，炒那个鸡少加点猪油就去炒，加点猪油更香。来几个花椒、老姜片，剁点起炒，把花椒的麻香味儿加强行行。那种老的鸡，可能要炖汤来吃哈。 也可以做红烧，特别是做个烧鸡脖儿，鱼儿这些，好吃得很咯。剁点儿肉丁丁，加点豆瓣儿，泡姜泡椒，洗碗泡姜泡椒的多了点儿哈。其实做那个鸡很简单，调料买个胡子，兑点儿酱油，姜蒜米，把豆瓣儿的香味儿和泡姜泡椒的乳酸味儿给它炒出来。这个鸡叫黑鸡，先给它配点，就是香菇，那个香菇和鸡搭配在一起，香得很咯。 那个香料粉，啤酒来一瓶，啤酒不够了，水得少。烧那个鸡水多上点哈，那个鸡不要老，烧的时间长了，加个盖子，烧它两个小时。哎呀，那个鸡炖了将近2个小时，好香啊！ 来烤那个鸡腿儿，你看那个鸡腿儿好安逸，时间煎焦，甜焦都很起，炸个熟，蒸香，爆破段，再焖个2分钟就行了哈。放点大葱，香菇烧鸡腿好了。烧那个鸡，鸡精味精不加都可以哈。哎呀，你们肯定要问了，今儿烧那个鸡为什么不加鸡精味精？我跟你说，烧那种鸡，鸡精味精不加，样的好吃。 香菇好香啊，一点儿都不炸了哈，今儿那个菜才是农村的味道喽。哎呀，来尝哈那个鸡好不好吃？嗯，好饿啊！来，接着炸，看哈。嗯，好怕呀，接着。这个香菇在里面蘸一下，酸梅缝鸡精味精一样的鲜浓。